Well, good morning from New York City, and it is nighttime in the East. This is Will Nunziata, and I am so thrilled to be once again joined on translation, Chu Chen. And from Beijing, we have a contemporary famous artist, Liu Wei. Liu Wei,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me today. And I want to first ask you, talk to me a little bit about how you came about loving in studying the art that you now make a living doing. And then I want you to talk specifically about the creation behind you. 刘老师非常荣幸今天能采访到您，他知道您是中国当代一位知名的艺术家，所以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想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启发现自己对艺术，对尤其是您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这么的感兴趣。 然后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这其中作品背后的故事吗？可以，非常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你要说艺术的兴趣呢，我觉得应该是从小就喜欢吧。这个呢，因为做艺术，我觉得首先呢，可能是上天给的这个事情，因为从小喜欢，然后。 上学嘛，又开始又学这个专业，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嘛，就坚持走到现在吧。那学画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最开始呢是兴趣，一开始是对这个艺术感兴趣，然后慢慢在生活里面呢就发现自己，画很多东西啊，又就很像嘛。 然后呢，又受到很多人的鼓励，然后慢慢的呢，兴趣越来越浓，然后就要考试嘛，然后就报考了这个专业，但是呢，我们到最后，来到北京之后呢，就做职业艺术家，就发现，可能还不光光是靠这个兴趣来支撑这个事情，因为他把它变成了工作。 而这个工作呢，它可能，不光光是兴趣，它就是需要一个更多的是需要有一些，社会责任感，结合自己的兴趣，然后也是为了生活吧，反正就是这个几方面的结合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哎，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 突然没有声音了。您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这样我们不会因为三方的网络而发生延迟。我呢是觉得，就是你要说这个学画的一些故事，因为我们，职业做艺术的嘛，就是，学画的过程就是也比较漫长，就也比较辛苦。 然后我们因为我是南方人嘛，中国江苏人，然后到北方来，我们要适应这里的各种生活，然后我们原来呢是在学校做老师嘛，然后就把工作也辞了，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就是这种状态嘛，就以绘画。 作为工作，或者呢，以做一些材料啊、装置啊、一些雕塑啊，就做这些工作嘛，就是，对。Well, 第一个问题，对，我就大概就回答。Yeah, it began with just interest. He really loved painting as a kid, things become different when he transforms something he make a living out of. And he realized that just what he likes, his interest is not enough. He also had to match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th his work. That's why you se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e make, create, he uses plastic bags and, things that's really getting on people's nerves right now. And he was a teacher, but then he quit his work and become a professional artist.
And yeah, he does many form of art, painting, sketching, equipment, etc. I love it. And in regards to the artwork behind him? Hey, 刘老师，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背后的这一幅画吗？ OK， 我背后呢，这个呢是用的那个废旧的饮料瓶，就这瓶子呢，就是废弃了之后，我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在这个塑料瓶里面呢，我加了一些塑料垃圾袋，就是各种颜色的塑料垃圾袋，把它做成了一条锦鲤，锦鲤呢是就是一条鲤鱼。 鲤鱼呢，是我们在中国呢，它是一个吉祥的象征物，然后呢，主要背后反映我的思考嘛，就是，如果没有了水，那这个鱼还会存在嘛，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呢，今天面临着很多的环境污染的问题，水资源也受到污染。 对我这个作品呢，本身有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呼吁吧，就是，这样是这个情况。非常感谢您，我帮您翻译一下。So this work, it's made of PET bottles, and inside the PET bottle, there's colorful colored plastic bags, and so what you see is a carp, carp. Is an auspicious figure in Chinese culture. So he would like to use his work to symbolize that if all the water on the earth is polluted, will there still be fish? And he would like to bring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 love that through your art, Liu Wei, that you also have important messages to share. And in terms of importance, you've had many important exhibitions all over. Are there any in particular or one in particular that stands out as an exhibition that you hold very close to your heart? 刘老师他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他包括他也很喜欢您的这些艺术作品。那知道您在很多地方，除中国以外，甚至在国际上都有过展览。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其中一个您记忆犹新，还有或者是最感动的一次展览呢？展览，对我们反正这些作品呢，就经常的在亚洲啊，欧洲也有过一些展览，但是我记忆犹新呢，因为我们呢有时候。 我觉得呢，就是我当时在香港的一个展览，就是当时也是很多年前了，对，十多年前了，我们那时候就是，在香港做一个展览，然后呢，那时候展出的是我的绘画作品，我因为我呢就是，这个作品呢。 有很多的这种方式，就是有绘画，有雕塑，也有装置，因为最开始前几年呢，我是做的绘画作品，然后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些作品呢，就是我呢就是还没有做个展，就是现在做的这些装置的作品，塑料袋的这些作品，但是呢，在国内参加过一些群展，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 这些作品呢也消耗我很多时间。那你刚才问的就是，这个我就是有记忆的这个展览呢，就是，在香港有一次展览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因为我呢是，我当时呢是这个油画嘛，就是这个画呢，它是空间绘画。 他因为这个画呢，正面看到的是一个风景，然后侧面呢是其他的内容，是一些人物啊，然后或者呢就是正面的是一个中国的山水这种历史的，然后从画面的镜子底下看到的又是其他的图像，因为就是隐藏那些内容吧，就是这些观众呢他们。
特别有兴趣，对，大概就这个，对，就我，因为展览嘛，我们就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嘛，好的，非常感谢你。刚才提到的空间的话，这个是用的什么材料？能简单讲一下吗？你说我这个背后的这件作品。您刚才提到的在香港的那次展览啊，那个是油画，就是空间绘画呢。我呢就是利用了，这种空间透视的原理吧。它呢跟普通的、跟正常的油画它是不一样的。正常的它是正面观看嘛，因为我自己呢是在这种生活过程中，我呢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啊，或者呢就是我其实。其实要说呢，你要谈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倒不是我在展览上发生的，而是我在这些作品创作之前，我遇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对，因为这些作品可能呢有的是在我半梦半醒的时候呢我出现的这种感觉。因为因为现在没有看到这些作品，所以呢我只能就是通过语言来描述啊。因为后面看到的这一件作品呢跟我现在描述的它可能还不是一件作品啊，但是它们是有关联的啊。因为我描述的这个作品，它正面是风景，侧面看的是人物。然后呢我现在背后这个作品呢，就是你远看是这条锦鲤，但是你近看它可能是塑料瓶，是垃圾瓶，它跟视觉都有关系，是这样子。我先说的我那件作品呢，它的原理呢，它是把人压缩嘛，压缩之后形象压缩之后呢，就是通过不同角度你能够看到这个风景跟人。那这件作品的形成呢，是我呢就是那时候刚到北京的时候啊，就是生活比较艰难啊。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就睡在一个沙发上面啊，盖被子，垫很多的棉被啊，然后又盖很多棉被，我就感觉人是被压缩的在这样的空间啊。然后我就突然有这样的灵感，对，这个我呢觉得有点意思，对，to answer your question。This exhibit that he did in Hong Kong a decade ago was really something that he still remembered till this day. So before we talk about, he did many types of art painting, he did sculpting and equipment. So this particular one, he uses the visual effects from a spatial art oil painting. So it's oil painting, but it's unlike other oil painting. From the front, you might see a beautiful landscape of nature, mountains and rivers. But from the side, you can find human figures. So this is an inspiration he got when he was spending a winter in Beijing, where he put all these mattresses on top of him to stay warm and feel compressed. So his body feel compressed, and he was like, what if I compress human figure in my art? So by doing that, he was able to achieve this visual effect. So when you view this artwork from different angle, you see different things. And this, he would also like to bring our attention to the carp behind him. So far away, what you see is a beautiful red carp, but close up, you only see trash. You only see plastic bottles and plastic bags. So he thinks that's the beauty of art, is when you combine these two paradox together. I love it. Liu Wei, your talent is so amazing. And it actually reminds me a lot of Georges Seurat, who was a pointillist, where if you look really close, all you see are dots, but from far away, you see the greater image. And what you do, my friend, is so unique, so authentic, and incredibly, incredibly moving and beautiful. And Liu Wei, I am so grateful for your time today. Thank you. And Chu Chen, thank you for joining all of us as well.